3月24号到今天这么久了，那么其实也快要一个月了。这些影像不断的出现，然后各位要告诉我们说你们查不出来。这个几位没有看过这个画面吗？你们有没有看过？你们告诉我，有没有看过？都没有看过。这位是谁？你们有没有去查？你们要告诉我说这个人辨识不出来吗？这是哪一个单位的？哪一个单位的？啊？哪一个单位的？来了，上来了。不是，是哪一个单位的嘛？是的。你们到底知不知道嘛？说明一下吧。我知道，赶快上来，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呢、啊。你自我介绍一下，您是哪一位？委员，我是。委员，我是警政署督察室主任。那这是哪一位？这个我们有请台北市查，但是他们现在因为查不出来。为什么请台北市查？因为这是台北市的员警。相关的，这是台北市的员警。不是，他是支援的单位。所以你们不晓得他是哪个单位，那个备章也没有去查过。你们没有任何的监视器材可以知道这是哪一个，那个备章 是哪一个，你们都不知道。那我认为你们的这个办案能力未免也太差了吧。这样的一个人，他有制服有备章，跟你讲有地点有时间，那个范围可以限缩到最小一个月了。是因为这个画面这么清楚，你们如果有心去查，你要告诉我你们查不出来，你们在场每一位通通都应该要撤换。那我们请这个刑事警察局的这个林局长一起上来。你告诉我说，我们刑事警察局，我们的刑事鉴识能力会不会差到这个人没有办法辨识？请你告诉我。我们现在刑事局没有那个做人脸辨识的这种设备，所以呢，这个包括他的备章，你们也没有办法辨识。那个备章，那是哪一个单位的？你们没有办法辨识。那备章要看有没有号码，有没有？是吗？我不知道嘛。这他有号码了，你如果这个影像这样，你们有没有办法辨识嘛？你告诉我嘛。因为我现在看不到啊。我没有叫你现在看。对，可以。如果是这个唯物不辨证，我不管是谁，我不管是谁，哪个单位，警政署，请你告诉我，这一位员警，你们多久可以辨识出来？你们告诉我吧，多久？来，署长，多久嘛？这个单位是哪一个单位？无论是刑事警察局，无论是台北市，你告诉我哪个单，这个人多久可以找出来？多久？啊？多久嘛？多久可以找出来？现在由台北市啊，我不管你现在为什么是由台北市，我不管嘛。我现在问的是警政署嘛。对他的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